们的目标还是领跑。开幕战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始。中职26年开幕战，桃园点燃战火。中华职棒26年的开幕战将在今天下午5点在桃园球场开战。南美狗和中兴兄弟两队也排出开幕先发阵容。先发呢是郑凯文，中兴。南美狗则是由新洋投蓝思佛担任先发。It's an honor. It's an honor. You know,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, it's going to be, you know, something I'll remember for a long time.这场比赛的预售票已经售出15000张，有机会挑战桃园球场锁住了20000人满场的纪录。两队昨天也利用机会到球场做最后的调整，就是希望今天的开幕战能拿下胜利。就是希望我们三队赢吧，其他三队我们准备好了，慢慢过来吧。想要让球迷们看到，中兴兄弟是一个很难缠的球队。昨天记者会另一个亮点，就是会长吴志扬还没有开幕就成为今年的第1号伤兵名单。动新闻，伤兵将二军记得不可降薪报道。